刚才这两个女孩特别有意思，从山上滚了下来啊。滚的原因呢是在玩儿，而且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就是滚了一下之后给她乐坏了。我操！我觉得老外这个乐趣是真有意思，就是啥点屁大点事儿他就能给你玩玩得很开啊，这就是文化的不同了啊。因为中国的文化太过于内敛，太过于收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放不开啊。放不开的时候呢，就人就变得很深沉啊。这个是好的一面，有好的一面啊。比如说人会变得很饱经忧患呢。哎呀，我先过马路啊。人会变得很考虑未来啊，等等，瞻前顾后啊。这个是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好的，但是同时呢，有坏的一面，就是你不能着眼于当下。由于过度的着眼于未来和过去，总是患得患失。说实话，我也有这个毛病，患得患失，这并不好。哎，这是个教堂，昨天我是路过没进去，今天就进去看看。这是那 Playboy 的那个俱乐部啊，昨天晚上我没进去，今天我也想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只有晚上开门啊，晚上10点到早上5点开门，很诡异的一个地方。